第四届为什么来到台湾呢？因为呢，在一个很偶然的时间认识了台湾几位业界有代表性的人物，而且热心不死我了，就决定放在台湾的台中举行了我们的第四届的活动。未来来讲呢，我就是很看重年轻人的一代，怎么去培训他们。 让他们有接受一个更专业的培训，来带领这个行业的发展。尤其是中广台三个地方，应该以后有我们自己的一套一个流行的趋势。